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谷尬聊，简单生活，做做饭，唠唠嗑，简单幸福，没谁了，开火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腊肉炖土豆啊，炒土豆片，姜葱，然后洋葱，就是腊肉。错。油已经开了，我们现在爆香。把腊肉也放进去煸炒。加几粒花椒进去。我看这个腊肉炒熟以后是晶莹剔透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土豆片放进去翻炒。加入一点黑胡椒。把泡腊肉的这个水放进去，因为我这腊肉是洗过以后然后再泡的啊，我这个泡进去，这样炖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土豆已经熟了，然后加上一点蒜，然后加上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一盘香喷喷的腊肉土豆就做好了。喜欢小谷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收藏哦。